随机超能力，三二一，停！可以把欧气转换成蛋币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能力我是要发财了呀！众所周知，我可是不折不扣的欧皇，我这超多的欧气换成蛋币，怎么说也得有个几十万吧？来，把我的欧气通通转换成蛋币。能力激活，蛋币到账20元。啊？哎，不是吧，我的欧气居然只能转化成20蛋币，难道我真的是传说中的飞球吗？我来。王腾可大老远就能听见你的叫唤，说吧，是不是又抽到什么坑爹能力了？哎，小子，我这次的能力是让别人获得蛋币。好家伙，那你还等啥？赶紧释放能力，给我增加点蛋币呀！哎，可是这能力还有一点副作用。管他呢，除了要我蛋币，还有啥能比给我蛋币重要啊？快一点，我真好想去抽皮肤。得到的蛋币我分给你一半，可以吧？哎，行吧，那我开始了啊！能力激活，转换蛋币。蛋币到账800元。我的天，居然真的多了800蛋币啊！按照约定，蛋币分你一半，我要去抽奖去哦。兄弟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小妙招啊！我完全可以把别人的欧气转化成蛋币，然后收取一半作为支付费用啊！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损失的是欧气，这样我们双方都获得了蛋币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哎，事不宜迟啊，赶紧开始赚蛋币喽！号外号外，免费帮人增加蛋币，事后分我一半即可，互利共赢哦！啊！哦吼！我来！瓦克兄弟，你此话当真吗？要是假的，我可要按招摇撞骗罪逮捕你哦！放心吧，浪哥，就是白送蛋币。来，能力激活，蛋币出现！好家伙，你居然真的增加蛋币了！我瓦克兄弟，快快快，再给我来一次！哎，这浪哥，每个人只能实现一次啊！说好的，你可要分我一半蛋币哟、哦！嗯，没问题，反正是白送蛋币嘛。到账250元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就这样，我的蛋仔岛施展超能力，近一个小时就轻松赚到了2000蛋币。嘿嘿，那还等啥？咱们也去抽个奖去。我将无言以对。200许愿币准备好了。嘿嘿，丫丫灯，我可要来抽你啦。第一发单抽，给你们看看欧皇是怎样诞生的。搞笑吗？你在不是吧，一上来就是最垃圾的，出师不利呀、啊、这次抽奖不会要坑我吧？对对，这第一发应该是个意外啊。来，第二发给我抽个紫色的。做梦呢你奶奶。好好好，确实是紫色没错，但是和我想要的完全不是一个呀。你巴巴啥呀，瞅你那损色。兄弟们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第三发你不至于再给我个垃圾。我来。好家伙，还真是不给面子呀。虽然前面确实很飞球，不过好在啊，第一轮还是提前抽到了钥匙。来，能不能第一轮就抽到小羊呢？做梦呢你奶奶。玩呢。第二轮了，兄弟们，这次不墨迹了啊，直接连抽。我来。还行啊，至少也是提前出了。那能不能直接来个东东？东东一张，我要的也不是这个呀。太尴尬了，兄弟们，第三轮，这次我势必抽到东东羊。我来，来了，老弟。哦吼！我的妈，这次第四次就出钥匙了，那我的小东东岂不是要来？我来。又开始了，这没完了吗你 ？OK， 最贵也是最后的一轮，耿毅，这轮别让我保底，求你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兄弟们，我真不该拿欧气换蛋币呀，飞球的感觉太可怕了。哎，虽然这次抽奖有点飞球，不过这蛋币呀、啊，反正都是免费的。我这欧气换蛋币的超能力，哎，还是挺不错的吧。我来，给你干什么？停停停，老哥辉哥，你们干嘛呀？你还好意思喊？我才知道欧气蛋币是用我们的欧气换的。平时1000蛋币就能出货，这次2000蛋币 double 底才出，都怪你。没错。我们这次抽奖可全都是大保底，就是啊，这大保底抽奖抽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。要么还我们欧气，要不还我们蛋币，否则今天我要你的蛋命。
我的妈，兄弟们，超能力果然不能乱用啊！眼下这情况，谁能来救救我呀？给我狠狠